我是公关列车长，来北京的11月28号，花莲站，花莲站。是8:58所拍摄的是。我终于今天拍完我的蒸汽火车了，今年第三度，然后28号正式结束，蒸汽火车第68蒸汽火车过，是吧？然后现在回台。台北一日快闪花东，我说真的好感动，但有点不舍，对吧？因为就真的结束，然后期待明年的仲夏吧，然后，对啊，或者再有其他的计划这样，啊，那一步一步来。那如果你喜欢片，跟妈咱们多多对我们大家光片，两个支持就这样哦，拜拜。这就是花莲站，花莲车站。海铁梦龙的花莲店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